这么大一只鸡歪，你好恐怖啊你！哦，影片开始之前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。还有，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我们现在是这边选。好，然后这个粉红色。哎，你 SUV 来这样贵，但是你手机不烂啊？你要有一个麦色，就是500块的，OK。很贵啊，没有那么商量。你 SUV 来这样贵的手机又这样便宜。你不要再讲了。拍出来镜头是根本就不配这个 SUV 来这样子。你在拍什么？拍滑板。看中哪一架吗？我刚看 iPhone 飞机，可是飞机给你已经拿了。嗯，除非你要跟他是一配，可能会拿这个吧。啊？青色的。对。嗯，不错，你要进去里面看嘛。哦，你再看它的背面。这些鞋是399。嗯。踩在脚下，我紧张。399。不是39.9啊。是399。你没有买过这样贵的鞋吗？我买过600块的鞋，可是我从来没穿。为什么呢？你这鞋子买了没有久，没有穿会坏的嘞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鞋子珍贵到哦，我觉得我的脚太贱了，没有资格去穿它。那个是 limited edition。你要好好保养那双鞋子好吗？进以后可以帮我拍。好。因为我每次都没拍到自己。好了，这不累应该。叫我现在给你再来拍。5分钟都在拍你，不要，那就太过了。我到底现在要怎样？买了。我紧张哎，我现在挖我钱包快，算这钱了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你要买广州，广州做的，这个商品叫香蕉面，banana面。不是，我们有现在就是你要看你是，我要把它那面，我要嘛就这个，不然就这个，这个设计感很好，像你哦。你怎么？卡通人。啊、你在卡通人？姐，你不用这样蹲了，行吗？哦。你这样蹲了，蹲了一下。你没有习惯。我待会给你试一下，你觉得好用的话。我直接滑去蹦荷兰了。有，我一定会给你试。怎么样？三个滑板都给你试。三个都给你试，不要乱讲，我非常试。所以我觉得好像当你要考到第二档 start， 你要跟他比 level 都入来嘛，刚才要看，所以你是选 what 鞋？So what put ada panjang dengan pendek dengan lebar. So lebar. Mesti panjang punya, pendek panjang punya. Are you okay? Okay. 等下你滑啊，我帮你拍。哇！我掉，我直接滑进破盖了呀！盖呀！那一定要碰一次了。选那位，你们的板，你不是板南那的面吗？那个是不一样的尺寸啊，那比较小，很小。小死你啊！这么你要买多第二个滑板啊？背后我之后可以自己换哦。啊？背后我自己图案，图案它换图案。我刚有看到这个呢。我不会站的。我没有让你载我。我跟你讲什么？你跟你打我？这样正常哎。给你应该是卡上麦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他的 bearing 也是一样吗？都是这个吗？国哎。对。哎，像那种美国读学院或者是那些学生有没有？他们都没穿，像他们就这样子。哦，来上课。上吗？上吗？上吗？所以我先跟你上吗？上班要在。我一定要一路从磨练滑过去。花两千块花的好，我们再谈一下嘛，再谈一下。还有别的吗？我偶尔可以交换一下。还有别的吗？价两个价钱一样吗？他很像那种妈妈有没有？还要安抚小朋友。两个价钱一样吗？两兄弟在那边吵架，吵架，两兄弟在那边吵架，还要赶紧。没有两个价钱一样吗？还有别的吗？你拿住，我帮你选啊，要烦死。那我年纪比较小，你想一下，让我吧。
我要这个，哇！爸，我不管，我要这个，爸，我要这个。决定好这个。你要这个，这里面蛋黄哥。不要了，蛋黄哥构图很奇怪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是这样。这个好看，阿凤厉害，有眼光。不要再讲，可以吗？非常有眼光。那不胖，不瘦，就是肉不。吃干点，吃到本地粉。啊，打五个。啊。很过分呢，我老哎。我的第八个，八个拉姆。八个阿伯伯还有在当还是什么？你讲，你现在对着镜头讲，这个比这个好看，讲。背着我来。你快讲，快讲。我讲出来你。我连吸气很大声哎，我都录到音哎。如果没有那个话，这个比较好看。这样有差吗？我的也是很好看，讲讲我的好看，快点。好看，很好看，往前。快讲我的好看，快讲，快讲。好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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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。我现在八点半了，我们面干好。很哦，你这火辣，现在这样，现在这样，哎，我们现在不现在这样，这样我就是，这样我觉得今天我就是穿在这一身，我觉得很火辣。哎，你们等一下，会打算有什么护具？你们等下花的时候轻轻花哦。他说的是这样子，啊。好，两千来。可以啊，他都给了。耶，谢谢干爹。干爹。谢谢干爹。开心吗？开心吗？五小朋友。五小朋友。开心吗？谢谢堂哥，谢谢堂哥。你是想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奶哥跑出来？然后我连是这只脚，还是脚怎么上来？这样来。你上次四岁了哎。你要先学翘起来先。千万不要嘞！等一下你整个人趴沙林，我不知道啊。哎，小心你们会整个这样子哎，会敲到头啊嘞！真的会。我昨天晚上梦到我很酷哎，我可以这样翘起来，有没有？我现在一踩上去，我好像笨蛋嘞，有没有？三只有八好。你们家爸爸哎。喂。哇。冲动买了一个滑板。会冲动啊。开心吗？啊，那爽了。有想过滑滑板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什么、啊？手快就？你不要这样滑去哪里嘞？不是在自杀嘞。我上一次这么冲动乱买东西哦，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跟朋友一起组乐团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吉他。那个吉他需要两个礼拜，我就放弃了。觉得这应该也是差不多哦。觉得我很怕它会变成这样子。